昨天下午，我们从图文巴回到这个地方来，收到台北华藏经宗学会的传真，告诉我。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天晚上过世了。他今年应该也有80多岁了，是我在台湾最亲近的一个同乡。我们的老家了，都住在乡村里，住农村里面。我们两个村子可以看得见，大概距离3-4里路的样子。中国讲3-4里路，大概只有现在所说的2公里的距所以在台湾这么多年呢，就给兄弟相放福，互相照顾。初到台湾的时候，同乡、同学、朋友不少。这50年了，这些故交老友差不多1/4都不在了。人要不经过这些阅历，很不容易认真的反省。像昨天我们听到月桂先生所说的，到老了，真是快要走的时候了，才想想这一生呢，究竟做了些什么。也真正懂得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年轻少壮的时候，都没想起这桩事，都把它忽略了。到老时候才想起来呀，精神体力都衰退了。正是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有无穷的感慨，不但我们体会到了，我们也能想象到古今中外多少人在晚年是忏悔，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年轻人，教导下一代自古以来无不如是，可是年轻人听在耳里，却没有记在心里我们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些老人，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劝导我们，我们听了也点头也很佩服，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更难呢，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再仔细观察，古今中外，那些有成就的人，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实在就是能够听信上一代老人的忠告，接受劝导，依教奉行。所以才有成就啊。到年岁大了，亲故老朋友都凋零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懂得无限的感慨，事出事法，修学成就都在年少，在佛门里面，我们看看古来些高僧大德，一半以上30岁之前成就的，佛法里面讲的开悟，修行正果，典型的人物，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接受五祖一钵，那个时候他24岁，以后在猎人队里面隐居了15年，大概是40岁，这才出来弘法利生。猎人队的15年，那是15年的真修啊！这个修行所谓是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要深深体会，教下的大德亦复如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超过古大德太多了，我们的成就远远的落在别人后面，我们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明了啊！要怎样才能做一个突破呢？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古今大德们无不劝我们要破二障。二障就是见思烦恼
见惑古德称之为礼障，四合称之为四障。礼障比较容易破，四障比较困难。小乘将见思烦恼配在三界设施88品见惑，81品思惑。大乘的说法比他的条目要多，但是懂得小乘，大乘呢在迎刃而解。我记得过去我们也曾经详细讨论过几次，见惑里面必须明理，理明白了，这个障碍就突破了。突破了，就是所谓超凡入圣。我们的修学真的有成就了。真的入了佛的境界了，这是刚刚初入啊。在小乘法真虚脱幻空，大乘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华严经讲51戒记，你得到初性位的菩萨。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呢？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换一句话就是我与我所有看破了，放下了，才是这个界位。他的殊胜利益虽然不能超越六道，但是永远不堕三途。如果修学净宗求生净土，这是决定有把握。虽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凡圣同居土，与方便有余土之间，功夫好的到方便有余土，功夫差一点的同居土的上辈往生了，也能够做到生死自在。这个生死自在了，不受业力的拘束了。想早一天往生可以。如果怜悯一切众生，与众生有缘，留下这个身体教化众生，晚几年往生
也不碍事，这就叫生死自在。我们学佛，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可以说我们没有成就啊。我们念佛往生问的时候，有没有把握？我们有没有这个警觉？这是我们现前必须认真努力的第一课程。那么简单的说，怎么样放下我执？起心动念还是为我，这是在培养我执。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同修啊，大臣有善巧方便啊，比小乘法实在是高明太多了啊。大臣所用的方法是教导我们起心动念的，想一切众生，不要想自己，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为要给世间人做好样子，那就是菩萨了。现在世间人非常可怜，佛菩萨度化众生，无不是应机说法。现在世间人普遍不知道孝道，我们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表演呢，做戏呀。你看古大德常讲啊，诸佛菩萨在世间叫游戏神通，表演给大家看的。现在社会大众不懂得师道啊，我们表演啊，做出尊师重道的样子给人看呢，这就叫行菩萨道，这就叫广度众生啊。经典上这些理论说得再好不管用啊。诸位想想，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其实他老人家真正教化众生身体力行，完全在表演啊。世尊如何孝顺他的父母，我们懂得吗？如何尊敬师长，如何尊重爱护协助一切众生，我们要从经教里面
去体会。这是真实智慧啊，绝不是把这些文字所诠释的你讲清楚研究明白，那就是佛教，说老实那不叫佛教啊，现在人称它叫佛学，不是佛教。佛学跟佛教不一样啊，佛学把它当作世间一门学问来研究，玄学啊，有没有用处呢？未必啊。佛教就有用了，就是教导啊，教训啊。佛教我们怎样成佛啊？佛是什么？先要搞清楚。佛是对于宇宙人生彻底明白的人。佛的生活，佛的工作，佛处世待人接物，是个最完善、完美而没有缺陷的人，这叫佛。我们生活、工作、应酬，缺陷太多了。缺陷就是过失。诸佛菩萨没有过失，所以是九法界众生的模范典型，好样子啊！古德称为真实智慧，圆满的教学，我们这才点头啊，这才肯定啊。现在不但一般社会对佛法起很严重的误会，就是我们学佛，甚至于我们出家了，又有几个人对于佛菩萨能够明了呢？这从哪里看呢？明了的人一定落实在生活上。凡是不能落实在生活上，换一句话说，不能够依教奉行，他没有明了，没有懂得啊！真正懂得，真正明了，没有做不到的。他欢喜做，他活在这个世界干什么？活在世界就是做好样子给人看的。这个意思，深广无尽啊！我们只有真正的回头啊，起心动念，绝不想自己的名利啊，把名闻利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真的放下来了啊！起心动念为社会、为大众
和平、安定、繁荣、幸福着想。不但起心动念想啊，言行上啊就表示出来了，内外一致啊。言行相应啊，做出来给人看啊。为什么古时候佛法那么盛行？古无大德都学佛菩萨，做出好样子给人看。今天佛法何以衰微啊？今天纵然我们能够讲，你讲得出来，我们没做到啊，不能给社会大众做个表率啊，做个模范。所以讲得再好啊，接触听到的人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这是我们要认真反省的，要认真努力来修行，修正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我们才能救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啊，使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将来走的时候啊，感觉到很自在、很安慰，这就有好去处啊，不至于遗憾终生。谚语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现在对这句话感触很深很深。诸位同学大家好，前天我们访问图文巴一个多元文化的组织，承蒙他们的主席来接待我们，他本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基本上图文巴这个都市信奉基督教的人占很大的比例，而且相当的保守。可是他们呢，已经意识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因为澳洲这个国家近年来采取开放政策，移民投资的人
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啊，人数一天一天的多起来了。于是他们想到，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何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一个小城，啊，来互助合作，达到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目标。这个理念非常之好，啊，这也是在这个时代，即使很保守的这些宗教徒啊，也逐渐逐渐觉悟到有拓开胸襟、容纳别人的意向。啊，所以我们谈了之后呢，啊，将我们自己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啊，新加坡种种这些想法做法，啊，向他们说明，他们也非常的欢喜。真正有舍之思，无不如是啊！我们在早年，北京中央印经院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十善业道经》，这个经的前面没有序文，而是以永正皇帝一段开示代替了序文。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本上看呢，这是永正十一年2月15日啊写的。这一段序文实在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理念。啊，那么从永正这句话啊，这一段话我们认识到统治一个国家贤明的领袖，他如何教化众生。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三教，是儒释道三教，而一般人呢是以儒为正统。啊，永正说，他对于三教这个看法，啊，现在新加坡是九个宗教，啊，所有圣贤教化众生的理同出于一元，理是一个，
道，道就是方法，并行而不悖也。可以各行其道，但是他们并不相违背，不但不相违背，而且能够相辅相成，互相协助，他说非常可惜，一般的教徒不能够贯通这个道理，于是每一个人呢，都以很深的成见、狭小的心量，佛家讲的自赞回他，违背圣人的本意。他说得好，两目道的这个道是道教，就是道教徒说佛没有道那么尊贵，道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佛哪有玉皇大帝那么尊贵呢？那么像佛的人呢，就是玉皇大帝虽然尊贵，没有佛那么伟大。而儒家呢，儒家的这个学者说佛跟道是异端，不是正法。这个三教是教徒不能够贯穿三教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呀，这个是搞上麻烦了所以雍正说都是下次私心呐争胜负彼此不能相容这是错误的这个不但不能了解别人，对自己的本宗对自己所信仰的经教都没能深入，这很可惜雍正实在讲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非常好学，对于三教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看法他说这三教平等，他所看得的三教是平等的，只要你能够平等你用平等心去观察，我们今天讲和平，和平两个字怎么讲法？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如果我觉得我比你高，我比你强，已经不平等了，不平等就决定不能和睦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和睦就有争论，
有争论就有流血，就有战争，就造种种恶业，要受种种苦报。所以诸位要晓得，特别是大乘佛法是平等法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生佛平等，众生跟佛平等，佛没有说他高高在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得真平等啊。你再看看宗教里面所尊奉的上帝也好，神明也好，他们所得到的也是真平等。所以你只要是真正得到了平等，你再看芸芸众生，外面的形迹虽然不一样，我们观察六道，观察十法界，就像华严经所说的种种形色，形是形状，色是相貌，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各国不同族类的人，不同族类的出身，这我们常常看到啊。昨天下午有一些同修到这个地方去参观袋鼠。那是一个族群呢。无尾熊也是个族群呢。都是众生呢。佛眼睛里面全是平等啊。我们看到老鹰。还看到写的是这个澳洲呀特有的一些动物。除动物之外还有植物，植物也属于生物。这是说明啊，形迹虽然不一样啊，理是一个，理是同的。理佛给我们说的，有情众生皆有佛性。有情是指动物。像我们昨天同学们抱着无尾熊去喂袋鼠，它都有佛性啊。蚊虫蚂蚁也有佛性啊，这是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是它的形状，他身体的形状不一样，佛性是相同的。那么植物，我们看到的种类更多更多了，不胜枚举啊！种类不同，颜色也不一样，可是性相同。它有法性，一切无情啊，它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的，不是两个性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才说
情与无情同源种子。他要不是一个心，他怎么能同得起来呢？一个心呢，所以才能同源种子啊。既是同源种子了，我们如何对待？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彼此互相照顾。不但是有情众生，我们跟他做好朋友啊。人与人之间做好朋友要互相照顾，人与畜生也要做好朋友啊，也要互相照顾啊，他都通人情的。昨天我听邻居师说，中国从澳洲啊进口了不少的牛只啊，这些牛都运到云南那个地方去养啊，饲养的这些人员跟他讲话了，他不听，他不理，给他讲英文他懂啊，所以这些呢负责养育牛群的这些人啊，到澳洲来学英语啊，你给他讲什么他懂啊，你给他讲中文呢他不懂，他不理你啊，你想想看，这是事实啊，这不是假的啊。大概这个牛啊在中国可能到第二代第三代那就没问题了，就习惯了。你看看已知过去的时候讲华语他不懂，他不理你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啊。由于资讯的发达，交通便捷啊，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人与人之间往来越来越密切了，所以地球变成一家了啊。我的看法，20年后30年后这个国与国的界限呢淡薄了，大概就像呢现在一个国家省与省的界限，县与县的界限就会淡薄了。必须要懂得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共存共荣啊！所以现在是宗教家觉悟了，政治家也觉悟了啊！21世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就是要趋向于多元文化了，共存共荣啊。这就讲的时候，同跟异啊，异形色不相同啊，这个异的啊，同的呢体性相同。这个体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有宗教教人无非是教人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善啊，就是说同归于善啊。我们佛门讲叫万善同归呀，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家讲的五戒十善，这是引导人向善行啊。
儒家讲的五常百行，也是又一讲劝引人向善了。永贞在这里举了个例子，他说过去宋文帝问世宗何相之，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宋文帝说，六经本是记事，六经是儒家的，他若信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如率土之名借成此化了，则无坐之太平矣。就是坐享太平之福啊。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是儒跟佛的教学能够普遍在社会，人民都能够信受奉行，我这个皇帝不是坐享太平吗？社会安定啊。国家繁荣啊，人民幸福。没有作奸犯科之事。他说得好啊。他跟何相之说，何相之对答，说百家之乡，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小乡镇乡村，这个乡村多少人呢？有100户，100户是个小乡镇，大概人口不会超过1000人，几百人的这么一个小乡镇。他说有10个人吃五戒，这个小乡镇村镇里面有10个人呢学佛持戒，对，这10个人呢就是小镇里头的模范呢榜样啊。我们佛法讲的善知识啊，他能够化名成俗啊。如果1000世之1，这一是小城，这小城多大呢？有1000户。1000户大概恐怕有5000-6000人住的这个小城市。他说有100个人能够持十善，能够修十善的。这100个人和睦，能够以这种风气教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社会怎么会不好呢？所谓是贤人过之宝啊。不在多，这个比例都是讲1/10，这1个人就能影响其他9个人。人能向善，能够断恶，国家的刑法就不需要用了。这个帝王甚至地方官吏，所以垂手垂拱而治啊。那么这些话都是说明
帮助社会去恶向善，这是治天下重要的方法，我们今天讲的手段。而佛教劝导众生断贪嗔痴慢，劝人惜身惜险，都是这个道理。如果能够信受奉行，确确实实可以为社会的典型，为社会的模范。凡是执着成见、自赞毁他，这是决定错。刚才我说了，不但你对于别人不能够了解，对你自己也没有认识清楚。所以永正这一段的开示，实在是我们看到多元文化的理念。现在应当把它扩展到所有不同的宗教、所有不同的族类、不同的国土。那么佛家的教诲经论虽然多，但是为了济世，这个十善业道、无界十善呢，比什么都重要。首先劝人要懂得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这才能劝导世人。那么欧耶大师将十善业道经里面做了一个记录，以十善奉行得什么样的果报，违背了十善又得什么样的果报，他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了。我们明天再看欧耶大师的解要。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